今日咧同大家嚟睇一睇呢个新加坡嘅呢个滨海湾。咁大家都睇到啦。咁我而家系嚟到呢边咧，系即系之前咧疫情之前咧，人应该系好多嘅。咁今日你哋都可以睇到啦。小鸡三四只咁咯。OK， 咁就。系啦，咁我而家就去第一个地方先，叫做 Color Forest。我都唔知道叫做乜嘢。OK， 总之就叫做 Cloud Forest。OK， 就喺前边，咁你可以睇到啦。啊，呢两个喺度等紧呢个 shuttle bus， 即系有短途车。OK， 有短途车搭大家出去嘅。呢个是 Flower Dome 啦，即系呢边 ，OK Flower Dome，OK，、okay? 咁我首先就唔系去 Flower Dome 嘅，我就去 Cloud Forest 先 ，OK， 我就系去 Cloud Forest， 咁你都睇到应该系都有几个人噶，都唔系话冇人噶 ，OK， 咁我去呢个 Cloud Forest 先，呢个冇人售票啊 ，OK， 同埋都系要那个进口在哪里啊？那个入口？啊，那个入口 ，Cloud Forest 的入口。入口应该是。Entrance。哦，它的 entrance 啊。这个不是哦。这个不是。哎，对面那样，两个是。Cloud Forest。那是 Flower Dome 吗 ？Flower Dome 对面那样。Cloud Forest， 你没有进去吗？哦，没有，我是去 break 啊。哦。